这里是萨省第四大城市穆斯桥的主街，那么这条街曾经被评为加拿大十大传统古街之一，可以看出呢，这街上建筑都非常的有历史气息。这样的话，它应该是都是属于 heritage 一样的性质的。哦，对，这楼有100多年历史啊。像那个楼也是100多年，这个主街上的这些楼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那栋楼卖吗？那个是穆斯照的 City Hall。City Hall，City Hall 什么时候卖？跟我们说一声。City Hall，这个就是它的三部分当中的其中一部分。这个是可以做商铺，可以做那个零售呀，还可以做 office 都可以。现在空着的是吧？里面是空的，对，现在。有很多人找他想租他这个店呢，他想着觉得要是对要口卖了，的，对，对口的，如果他租出去，租金这个地方一个月租金要有2000，2000。最少有2000块钱的租金，对。这是个中餐馆，这是一家中餐馆。这个是穆斯桥每年的那个，我们一过春节的时候，在这边搞聚餐，市长还有议员都过来。你可以看一下这家中餐馆。我在接受采访。对。Hello，大姐，易先生。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华人。哇，这厨房里面一股热气啊！对，这个是我们当地在穆斯桥非常有名的一家中餐馆。这让你真的很怀念。Sorry，这个是个冷库。哦，冷库里出来一个大活人啊！对。哦。54年。你好，你好。1954年开始。这位是老板。是，King，King，King，你好，你好，King，Harr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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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Nice to meet you。听说您在这边已经住了50多年了，差不多了，哇，40几年，对呀，怎么样，穆斯桥怎么样？您是很有发言权的，可以啊，很好的地方是吧？可以啊，哪里都不一样，是吗？对，那你在哪个城市都一样，要发展的呀，认认真真工作，你养家好啊，跟客人。吃饭啊，那么好啊，是吧？您这是马上要退休了不？退休了，我退休了2年了。退休2年了？对呀、啊。我看你还在后厨，还在亲自烧菜。我还做啊。不简单，老一代华人的这个榜样。善良。对。对，大哥可以再说一下我们春节晚会的时候。我们春节晚会，我们全是中国的，叫那个。怎么说？华人，外国人呢、啊？市长啊，议员呐、啊，律师啊，全部在明年，全部到店里来，在这里来，这就是春节联欢晚会的地方啊，会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很多照片，我们每年都摆2天那个中国过年的。舍得吗？年三十。这马上这个离开这个卖掉这个店，舍得吗？这心里真的不舍得，但是退休没办法。您的孩子现在在哪里啊？我的有一个每个星期天有一个在沙士多顿，一个在多伦多。那我开在里哦，在卡尔家里，哎，那也不远啊，对啊，一东一西，对啊。那您马上准备去哪呢？没有说去哪的，这就是。他退休了就对，年龄大了，这个新的人接班了。这个华人做店还是很辛苦的啊。对，一干也这个店就最长久的。对，我们从来没换过老板。对对对，哦，就是店就您创办的对吧？不是我创办的，上一手叔叔他们创办。哦，就是也是一个家族店。他们五几年已经开始了嘛。五几年啊？他们干了27年，我们接手到现在了。哦。很有历史的店啊，这个楼好像也是穆斯桥的一个 heritage。heritage，yeah，yeah，古董物业。古董物业了。
保护了，受保护的历史建筑啊。受保护的呀。啊，楼上是就是对对对，是有啊 apartment 啊，十个房间。十个房间。啊，有点钱做门。啊，那么能去看看？去看看。好，好，嗯，我们可以隔壁还可以去看一下楼上。对，我刚才看到了。对，刚才我们过来，在外面拍了一下。里面就一个乒乓球场，乒乓球桌。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外面，这个是就餐的地方。对，这边是，这边也很大。对，这边对。哇。160个座位。嗯。160个座位啊。对啊。有酒牌呀。而且可以帮投资移民拿票，对，有酒牌，而且可以帮投资，可以做企业家移民的项目，这个项目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我们从来没办过，我们的卖家从来没有就是说拿这个店来办投资移民的项目，所以如果在国内开餐馆的老板可以试一下，对，完全没有餐厅经验的估计还是有难度的，嗯，他是中国，他是中国广东大学，广东，哇。他是广州大厨师，广州大学，大厨，哦，广州大厨，嗯，哦，这是粤菜为主，粤菜为主，但是您是不是改良过了？有的改良，有的我改良，不是他改良，我就说适应一下当地西人的口味嘛。对啊，也有西餐，也有中餐，也有西餐，所以我每一年，中国新年呢，我这是全是中国的。哦，新就是说您保留了中国的这个传统做菜手艺。对对 对， 对， 对、过年的时候全部都是中餐。但是平时的话可能还是得改良改良。我们中国移民过来了，全部都是中餐的。哦，就是这里也是咱们新华人的一个聚集点。新华人的聚集点，我们吃饭的地方。食堂。他们都喜欢到这里来吃，有的留在哪过来说留在哪没有什么好吃的。哦呀。特别开车过来吃。对对对。李贾纳的华人都喜欢到这里来吃我们的中餐。因为他们说这留在哪没什么好吃的。没有。对。真的是没有。我去李贾纳他们都请我吃越南米粉。哎呀，白假的！明天到上面去吃了，他说晚上还要到这里的订两个餐，中国餐。哦，OK， 也是你喜欢的吧？那个排骨芋头啊，对啊，排骨芋头，还有那个牛仔骨，黑椒牛仔骨啊，他们最喜欢的。对，很好。搬去哪个城市？不知道，还不知道。去温哥华吧。啊，我在温哥华，欢迎你。温哥华好吗？温哥华还行吧。看这边吧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进去看一下。啊，这边做的做商业还好，这里。对。对，因为我做了很多人。对。这前面正好是主街，有两个比较大的玻璃。如果做零售店的话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来做玻璃。对。对啊。这个位置呢，也是在穆斯照的主街的最中间的位置。对。嗯。然后这一个物业，这一个商铺的面积是有一千多平方英尺。对。这是分开卖的是吧？啊。哦，这一块是可以分开卖的。三块，对，都可以分开卖。刚才看的餐厅是一块，这一块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商业物业。这是一个。哦，这是洗手间是吧？有洗手间。哦，那试衣间吗？这个是试衣间，之前有人在，就是说有人在拿这个当一个服装店，所以我们有两个试衣间。对。在早之前呢，这个地方还是一个会计事务所。事务所，对。有很多的工作台，嗯，这边有洗手间，对，洗手间在这里。好，我们就不进去看了。OK， 好，洗手间在前面。然后这边我们所有的店呀都是独立分开的，独立产权了。对，是的，嗯。那我们上楼去看看。OK， 可以。上楼，我们出一下门，从那个外面进。老板50年积累不少这个。资产，对呀、啊啊，如果不是退休，真的不舍不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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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实话，是吧？对。大门，对。对。在楼上这个。这里是 apartment。好。
在我们是在这个物业的第三部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可以。可以看出来，这个很宽。嗯。对，可以并排走四个人。是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管道所有的供暖系统。哦、是我们今年刚刚换过新的全新的全新的供暖系统。全新的，因为那个就是坏掉了。对，就是坏掉了。之前是水暖，现在所有的都是中央空调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中央空调。嗯、哦。这边有十个单间。嗯。十个单间。对。那总共租金能做到一个月多少钱？嗯，一个月租金。对。最小那个600块，最小的六百块。那应该是几年之前了？那是几年之前？就全租出去可以租到6000了。啊？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价的话，一个房间就可以租到800。哦。嗯，就是一个月是800加币出租的话，出租一间的话，就疫情前是等于是600，对，疫情后就是800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参观一下。这可是个会下金蛋的鸡啊。这一块是因为它是属于全商业的，所以说可以用来做 hotel 呀、啊、可以做宾馆呀、啊、还可以做办公室，都可以。也分配的小其中的一间。对啊，因为很久没有人住了。每一个房间都差不多是一样的。对，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厨房啊、洗手间啊、衣柜啊。衣柜每一个房间。哦，还有厨房，还有冰箱。哇、哦，这个有点紧凑啊。对啊，还有衣柜。这个应该叫 butler's suite。 bachelor bachelor's 应该是叫单身公寓吧。哦、bachelor bachelor、嗯、bachelor suite、嗯、十个房间。十个，前面的那两个大一点啊，大一点，所以对。嗯，这租金要高一点。对，三号和二号。因为三号和二号。对对对。对，因为可以在一个房间，一个天、嗯、一个房间。啊、嗯，是，那就是三号和二号是一个一室一厅的。对对对对。Okay, 嗯，一样的，两个都一样。两个都一样的，那个租金就贵一点。也贵一点。其实这个也比较适合，比方说他们买过来之后可以做 Airbnb， 还可以就是爱彼迎，还可以做把它，因为它正好在市中区，有旅游的过来，嗯，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宾馆。对呀、啊。或者说是。把它作为一个投资，可以每个房间单独出租出去，或者做办公室也可以。对，都可以的，因为他们那就是买家的这个新的 business plan 了。Yeah, 啊、嗯，这个全新的这个供热系统。这三个物业位于一栋历史性的建筑，在穆斯桥最热闹的街上，也凝聚着老人一辈子的心血。我们希望它能卖个好的价格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跟海叔联系，我的微信号是 tostudy99。